游览车、自用大货车及营业小客车，彰化地区第一次标牌，欢迎民众来抢标。自用小客货车 AGA0001 至 AGA9999， 至8月6号11点起至8月8号11点止开放网络竞标，欢迎大家来抢标。化监理站定于8月6日11时起至8月8日11时止办理网络车牌标售，有意参加竞标的民众请备妥自然人凭证 IC 卡及晶片读卡机，并且加入监理服务网会员即可参加竞标。本次标售的汽车类车牌包含自用小客货车、自用大货车、游览大客车、营业小客车原型式及新式号牌等车种。除了第一级竞标底价为新台币6000元，其余的第二三级竞标底价均为新台币3000元。至于标售的普通重型机车车牌，除第一级竞标底价为新台币3000元，第二级竞标底价则为新台币2000元。有关汽车类大型车种开放选号后，这是第一次公开性的开放竞标，可标售牌数有限，请审慎把握机会。